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，伯特兰·罗素著，何兆武、李约瑟译。序论。我们所说的哲学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，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，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。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。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，则各大哲学家大不相同。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，才能够构成哲学的特征。